山外青山楼外楼，拥有这样的房子，你的生活品质会更上一层楼。现在我们就是在你家的一个7米的大阳台上，在我们的阳台同样可以看到对面的白色屋体是我们的幼儿园，它背后的山体未来会建造一个山顶公园，阳台进来就是你家的一个客厅、餐厅，南北对流的设计不仅好看又大气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花，还有我们的风铃都是在动的，所以通风效果是非常的好。这边呢，就是你家的一个餐厅，餐厅配备一张6人的餐桌，一家人在那里吃饭也是相当的温馨。餐厅出来呢，就是你家一个5米5长度的一个生活阳台，同样预留的洗衣机的位置的，在这里种种花、种草都是可以的。外面也有相当到位的一个人林景观，220米的水上长廊都是配备到位的。阳台进来呢，就是你家的一个 U 型的厨房，西门子双件套通通配备到位，双开门大冰箱的位置也预留了。我们这套房呢，不仅位于深中通道，周边呢也有一个相当到位的配套，远洋大信、星河 COCO、香山小学、中山市实验中学都是在附近的。这里呢，就是您家的一个可爱宝贝房，给孩子一个专属的乐园。儿童房出来呢，就是你家的一个公卫镜柜、洗手台、马桶都是标配，让您一步到位。公卫的对面呢，就是一个长辈房，1米5的床连接着景观阳台，外面也有一个相当到位的景观的大衣柜，通通都是配备到位的。长辈房出来左手边就是您家的一个主人卧，知道我们打工人平时工作都非常忙，所以主人卧也给你配备了一个小书房，落地大飘窗，采光也是非常好的。书房出来呢，就是主人卧的洗手间了，来感受一下钢丝分离的设计，非常不错。洗手间出来呢，就是你平时睡觉的地方了，配备一张1米8的床，这里呢还带了一个4米的大飘窗。这套房子位于深中通道第一出口，120平方，4房2厅2卫，你会喜欢吗？